这是主机，这是安装杆，这是充电线。我们先把安装杆和主机组装好。上面是声波频率，下面是灵敏度，然后两个都打开，插在土地里就可以了。下雨天防水测试。假如我们使用的地方是水泥地的话，就可以把安装杆取下来，这样放就可以。